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提到范例档啊，范例档这边有个 VIP 档，把它下载下来。啊，最好是你如果不想每次都还要下载解压缩的话啦，我是建议你干脆就是直接放在随身碟啊，或者是哪个地方你比较方便嘛，然后呢，下载解压缩之后的话找到那个第一个练习档。那个练习档的话呢，是在解出来之后应该长这样了里面的话就是有六个资料夹，然后一堆的 Excel 啦。那我们会从中挑出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练习档，然后呢，里面都是问题，把那个问题解决的过程做说明的所以呢，请各位先开启第一个范例啊，这个是文字与加函数这一，上礼拜有稍微提一下。那这个的话呢，这个范例的设计主要是针对那个文字跟资料相关的处理那我们可以用哪一些函数啊？那当然不可能全部涵盖啦，所以我们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那比如说呢，综合练习里面提到的我希望呢，我的需求是这样我的手机号码这个储存格的来源基本上呢，最后要长这样子，这个叫格式要长这样。来源的话呢，就是从后面这三个，所以呢，假设要填进来的话呢，就是多少？但不是土法炼钢的就09嘛。所以你就假设人工的话啦，0911对不对一杠嘛一个减号，然后再来就08，一定要3嘛，再一杠007。OK， 那当然呢，不是叫你用人工方式输入，因为如果你假设输入的话，这个会员假设有10000个的话，你打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它输入完毕？那我如果知道规则，我希望可以借由上述的这几个啦 ，AND 符号，那是串接比如说我希望这个再串这一个再串一个减号，再串这个区码，不过它补0哦，补0的话怎么办？它这边有提示请你用这两个函数解决。一个是 REPT， 一个是 LEN。那当然，这两个函数第一个函数是 repeat 啦 ，repeat 是重复出现什么字啦？那就重复出现0嘛。所以你只要告诉他我要重复几个0 ，OK， 他就帮你。那可是问题，以这边来看，要几个0，要补一个0嘛？那我怎么知道补一个0？那我要算一下这里面到底有几个字。比如说算完两个字，那为什么补一个0？你可以用里面一定要有三个嘛，所以我们三去减，三减掉2，那得到1就补一个1的意思啦。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样把这公式写出来呢？当然，如果你完全不了解那个 REPT 加 LEN 的话，你可以切到前面这边练习一下。好，上礼拜我们有大概做一下 REPT 吧，重复几颗星有没有？那你可以怎么样插入函数之后呢，找到文字类里面的那个 REPT。好，有吗？你如果这边的话呢，我把它 delete 掉了记得以后使用函数的话，一定是从那个这个地方那如果想知道呢，到底 Excel 里面有多少函数啦，你当然可以切到几个类别的部分可以选择全部啦。那你如果从 ABS 一直到底下这个 ZTest 算下来应该是250几个啦。OK 但这个。从头数到尾没意义啦，反正就是250几个啦。OK， 那如果你真想验证，回去慢慢算吧。OK， 那当然了，这样去使用函数的话呢，如果当你按全部，你打一个 R 开头，它会跳到 R 开头，有没有 ？REPT 这边也会出现。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找哪个函数的话呢，你可以记得它是什么开头，它会按照什么顺序。那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按键盘上的 R。它会跳到 R 开头 ，OK 你可以往下，或者你如果打快一点的话，有没有？甚至你可以打 R1， 它会跳到 R1 开头的，有没有？你可以往下再找，这边就可以找到了。这个是找函数的一个方法了那或者是说你知道它的类别，比如说我希望我知道它应该是文字类的，那我会把它切到类别里面的文字，那这样找会等于是缩小范围，那你再往下找 REPT 就有了。那我个人比较习惯是先插入函数，再选类别啦。那除非说我不知道那个类别是在哪一个啦，所以我就用全部啦。OK 好。那甚至的话呢，你如果假设不知道说用哪一个的话啦，其实你甚至可以在这边输入那个什么，关键字，按
搜寻，其实它也可以帮你找到哪一个函数哦。你们不妨可以在这边试试看哦。比如说你打一个什么字串哦，比如说你不知道用哪一个函数的话，你可以用字串重复。我看，因为字串重复应该就会出现那个有没有？你按 Enter， 我按开始，有没有？它会跳出什么 REPT？ 如果你当然，你前提你要知道说什么名，不过它这个名称你可能不能乱输入哦。它因为在 Excel 里面文字就是叫字串，所以你不能打文字，你一定要打字串，否则的话听不懂。OK， 跟那个 ChatGPT 一样，有一些惯用语哦，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然后它会按开始之后呢，它会出现建议采用这一个，有没有重复文字啊 ？OK， 好，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呢，给它两个问题的答案，它就帮你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呢，一个函数啊，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那这一个函数呢，它能够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要重复文字的这一件事情。OK， 好，所以哦，那当然呢，重复文字的话，所以你需要给它两个参数，哪两个呢？你要重复什么字，所以叫 test， 重复几次 ？OK， 嘿，他知道了啊，重复什么呢？重复这个星号，但你要怎么给他文字哈？几个方法了，要不你就跟他讲哦，我的字放在哪个格子里面，哪个储存格哦 ，C1， 或者是你直接把这个星号打在这里了。不过这个打星号好像输入法比较麻烦，除非你复制贴上，有没有？如果你不打的话，你会可能要从这边复制，这边贴上。啊，记得哈，如果你复制贴的话呢，记得。文字的话一定是前后双引号，所以将来呢，假如说呢，你输入你看到前面的参数名称哦，假如叫 test 的话，那记得哦，你要有个敏锐度哦。如果是 test 的话，一定是前后一定要有双引号才是文字哦。如果没有加呢，会发生错误，好，可能要注意一下。那第二个的话是几次，哎，几颗星的意思，重复几颗星呢？哎，我要。如果他满100笔的话呢，那我给一颗星，所以他满100但没有满200，所以等于给一颗星嘛，哦，那我当然有个简单的方法，几次嘛，我就直接游标放这边点一下158，大家记得除100就可以了。那记得几颗星他一定取整数啦，所以你其实，哦，不用再，当然你如果要取整数的话，有个简单的方法，前面加一个 INT 也可以啦， INT 就取整数的意思，有没有？前后刮胡他也会取一颗星 ，OK， 好，不过啦，如果你假设啦，你不加，好像结果一样啦，这看个人啦。我是觉得，如果不加跟加结果一样，有时候我懒得加啦齁。那当然我在云端上面是有答案的，所以将来呢，你假如要找云端上面的答案很简单齁，记得云端上面有云端白板，第一个单元里面，啊，你找第一个单元的第一个这个范，按照顺序，第一个范例有没有？那这边就有一个。解答档，好，那会这边会显示公式啦，所以做出来答案就讲这样子，就 OK 了。那不过我这个公式上面有 INT 啦，那其实说真的你不加加都 OK。那还有一点哦，在 Excel 里面的那个函数哦，它没有区分大小写，你打大写，你打小写都可以。那我个人比较习惯打小写，不过我记得好像你打小写哦，它会自己帮你转成大写，好，所以你看我打小写就按确定。你会发现哦，它会自己帮我把这个函数改成有没有全部变大写，而在 Excel 里面哦，不管是函数也好或 VBA， 它没有区分大小写哦。好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那再来的话，向下填满哦，它会发生错误啦。啊，向下填满记得，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叫空点，哦，这个叫向下填满的空点。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你按住它不要放向下拉，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公式，哦，填到底下去了，有没有？哎，这个 我之前没讲了，不过我以为大家都知道，结果大家其实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好 ，OK， 好，这个方法一对不对？哈，那还有方法二更快，快点两下左键，有没有？游标放这个空点上，快点两下，哎，自动填到下面去了。但是会发生一个问题，哎，老师星号不对，为什么错呢？因为你看一下啊，明明我这边是指的是 C1 是这个星号，但是它下一个变成 C2， 哎，为什么 C2？ 因为它的规则只要向下填满哦，它这个储存格的列哦 ，C1 列就指后面那个
数字会自动加一，这个是规则，好，规则是不会变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啊。那如果你不希望它帮你加一的话，简单的方法就前面加钱就好了。OK， 加个钱的话呢，表示哎、我不要加一哦，好，以后呢这个位置就一定都是 11， 不要变12哦。好，那向下填满，哎，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把这个加了一个钱的符号之后呢，那这一件事就搞定了，有没有 ？OK， 哎，那当然在 Excel 里面哦，这个函数部分总共250几个啦，那也就是有250几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啊，这个叫做function，其实就是函数，或者有翻译叫函式啊，其实是同样的东西的哈。那如果你要把 Excel 学好了，这个是第一重要的 ，OK， 好，所以哦，我们先第一个 REPD 一定要学会 ，OK。另外的话呢，只要向下填满有没有，一定要固定在这个位置的话，那记得一定要加这个钱的符号哦，这个是可能还是蛮重要的哈，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好，那所以 REPT 的话，那我们大家有概念了。所以啊，你说老师那个这个跟后面综合力有没有关系？后面是零啊，这边是星号，那如果我不想要星号，我把它想要改成零，可不可以？很简单嘛，你在这边可以把它怎么样，把它改成前后双引号加个零不就好了？那按个确定嘛，把那个星号改成零，那结果会得到什么呢？得到就是几个零嘛，有没有？哎，不一样道理吗 ？OK， 应该懂那意思吧？那如果你要，所以呢，如果你要几个啦，你就不用特别自己在这边就 IP 就可以了哦。就 repeat 了，我想应该它是一个 repeat 的缩写。好，第二的话呢，就是切到那个 len and mid 的这个。那底下的话呢，你们可以看到哦，在切过来这个工作表里面的哈，如果我想要算一下这边身份证号哈，总共有四个同学，他填的资料到底有没有错误？因为身份证号哦，台湾的身份证号总共几码，哥应该知道吧？一定是十码，有没有十个字哦？绝对不会是超过十个或小于十个。但是有的人填的时候填错了，可能多填或少填。但问题哦，那你要怎么知道它到底有多还是少？你这个时候你总不会说哦，我来算算看吧。啊，1234567890，哎，这个十个字对 ，OK。那这个的话呢，1234567890，11错了，哦。那如果还好，四个人慢慢算没关系，你事情少。可是如果这边是有4,000,000,000个资料要你去判断的话，那你绝对不会想用人工了。所以怎么办呢？很简单，游标放 C3， 好，一样插入函数呢，找到一个可以帮我算这里面的字数到底是不是十个的一个函数，哪一个呢？也就我们这边讲到的文字类里面哦，有一个专门可以帮我算某个储存格里面到底有几个字的一个函数，叫做 len。那其实 len 就是英文的 length 的缩写了，哦 ，length 就长度嘛，哦。然后呢，你就是把那个 length 跟他讲，哦，按确定啊，底下也会跟你讲说，哦，这个函数主要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传回，哎，这个叙述有点怪，文字字串之字元个数，好了，慢慢看懂就好了。啊，这就是他写作风格哦，你慢慢习惯哦。好，按确定之后的话，一样跟你要一个 test 就是它的文字在哪里啊，就是身份证号。那你会发现它帮你算完了十个字，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向下填满，你可以看出来有两个错误，有没有？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人找出来，你都填错了，可不可以帮我修正一下？马上可以找到问题嘛，不然的话你总不可能说慢慢算吧，哈。那工作里面很多东西哈，就是不要让你用人工的方式慢慢做，好 ，OK。而且呢，人工的方式即第一个慢，第二个的话呢，也容易发生错误了。你慢慢算好了，好啊，即便让你算完了，但是算错的机会还蛮大的，我发现 ，OK。所以呢，尽量可能的哈，还是把那个能够用的函数啊，尽量用啊。所以250几个了哦，就是慢慢，大家不可能一下子马上都熟悉。可是呢，你只要找到学会函数的一个共通的一个逻辑方法，你慢慢都，即便没用过哦，你看大概就知道。所以有些函数没用过，我也可以很快的把那个函数啊
掌握得很好。那其他还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像底下哦，像什么？哎，这一题好了，这一题的话，最后是要性别男女啦，我把它 delete 掉了。OK， 哎，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性别到底是男是女？那当然呢，身份证字号哦，第二码哦，台湾的身份证字号第二码的话呢，一定就是他的性别，也只会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一，一个是二啦。一的话是男，二的话是女。哎，那如果以这一题来看哦，我希望哦，如果他是一，这边输入男，这边是二，输入女的话，哎，那怎么把这件事解决？哎，当然绝对也不是土法炼钢了。你说老师慢慢看好了哦，那这，哎，现在人数都是几万个人起跳的，你怎么可能用人工来做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需要怎么样？可能要分两阶段。第一阶段的话呢，先把第二个字取出来，第二阶段再用一个叫 if 的逻辑判断，判断如果是一的话，那就输入男，输入如果是二的话呢，哎，那就女了。OK， 那这个我想请各位先练习看看了，反正今天哈、哦，作业哦 ，OK， 所以今天的作业哦，基本上就是把这些自己再把它，如果有些我讲比较难的我会讲，比较简单你自己做好了，像取前四个字。总不可能用眼睛看吧？哎，三二二七嘛，这前两个字，周字嘛，不是？所以你可以用什么？用 labs，OK、okay, 哈、哦。那这个比较难。他这个称呼，哎，比如说他的姓，所以要先取一个姓，再根据他的性别。如果他是男，那后面串先生；如果是女，串小姐。哎，当然不是叫你用，也是一样啦，不能用人工啦齁。哎，那这一题该怎么做？齁、哦、试试看好了齁、哦。那工作啊，以后你遇到一定会有一堆这种啊，这种还算简单的小 case。那如果更难的话、哦、那你岂不是每天都为这种事情在那边烦恼，到底怎么办？那会的你会发现他马上可以做完，马上可以准备要，也不能下班，准备要休息吧齁。哦，那不会的人每天都一直在那边想办，甚至土法炼钢的还蛮多的啦。我看到职场上现在还有很多人真的就土法炼钢。OK， 好、哦，那当然一定是事情做不完的哈、哦。OK， 试一下哦，待会我们来看一下。那当然呢，如果你这些都会的话哦，再回过头来想想看，这一个公式哦，应该如何产生？最后得到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手机号码。那如果你不会的话了，这个又更难了，有没有？你要不然又比前面的来的更复杂。但是如果你具备有那个能力，对你来说都一盘小菜，就是非常简单的话，那当然哦，你会觉得哇，上班简直太轻松了，每天就两下就处理完毕了。老板要的报表，两下就帮你做完了，那个马上统计出知道的结果，有没有？然后马上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了。OK， 比如说像这边会员哪一个年龄层的最多？对不对？这个，比如这些会员哪一个血型最多？那你说看一看得出来吧？可能总不是这样慢慢算吧 ？OK 哈、哦，诸如此类啦哦。如果想要知道一些资料背后的答案的话，第一件事啦，你一定要熟悉函数啦。如果你熟悉函数的话，真的以后会蛮不知道在怎么做资料的。OK 哈、哦，尤其像所谓的 Big Data 嘛，大数据。哦、OK， 大数据。多大才是大了？其实人工无法负荷的资料量，其实就是所谓的大数据了。OK 哈，那请各位先试一下，把刚刚讲的部分先试着做看。待会的话呢，我们再逐一解一下哈。那我会用我比较习惯的做法啦，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还蛮直觉的。看到答案出来了。OK 哈，而且啊，如果你会做这些事情哈。这个函数熟的话，以后甚至你可以帮很多人呢。你身边应该非常多人每天都为这些事情烦恼，尤其像你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他们没有学过这东西，但是他工作就会遇到这些问题，那怎么办？我发现有几个状况，要不就硬着头皮，反正就慢慢弄吧；要不就是，再来学习。可是我发现他们学习啊的那个，这个没有像你们这么快。你们毕竟年轻，反应快，但是他盲学的，真的很多东西就是会没有办法很快就把这东西学会，所以也许啦，这个我想你们先试试看哦。